爸卡莉娜出道时以蛇系美人风格开创了新颖的妆容，出道以来造型随着专辑概念也做了很多尝试。最近卡莉娜妆容更柔和，褪去了出道时的攻击感，增加了清纯美。粉丝也称赞比较清新，舞台妆浓艳很有魅力，但时尚活动或是私下卡莉娜的妆容都更适合，腮红颜色变得比较好看，整张脸显得很粉嫩。卡莉娜的五官可以说是 AI 建模脸，不管是什么妆都很漂亮，像是言情小说封面女主。粉丝表示换了化妆室 ，S 把全员的妆容都变得比以前好看。麦也觉得宁宁的妆跟以前比较差很多，宁宁真的很适合新换的化妆师，因为大家都很好看，粉丝们都说请帮化妆师加薪吧。